录影啊。三点啊，我改这东西来。好，各位同学好哈。这礼拜改成那个三点哈，但是我再延长十分钟做一个教育电视节哈。那反正就是可能就在五关，如果正常时间的话，就晚再迟晚十分钟下课哈。啊，必须让您稍微体谅一下哈，没办法。好。我给你第一堂课就迟到了，哎，因为我是看网络的作品，看完之后看，哇，二十三分，哎，你12:23是1:23，所以老师迟到。啊对，他们已经，哎，反正你休息哈，我已经交代那个基础班的班长，改你喝休息一趴的，因为他。是今天下午的第一场上课，啊，可能如果没有教职的话，师傅没有来开门吗？你可以跟他。没有这个门。对，就这个门啊，对啊。他怎么可能会来开？有，他们都有。不会来开。我今天哦，他哎，好像有开，没有，没有开，不然他们一大堆在那边，老师今天迟到，然后他们今天在外面等。他们是不是没有？他们是不是不知道要开门进场？我不知道啊。啊，没关系，没事，好。美少女战士，来，发摇，发下去每人一颗肉色的大气球。不一定加肉的。谢谢。那就是无嘛，这样简单。老师啊，这是几号的气球？10号。10号，圆形10号，不用很大，这样再就大。但是如果说你们到军艺堂啊，或是什么南马大雅，那大雅也有啊，还有那什么南马，也是那个。啊，不是大众，那我不能背。那个有爱旁边那间叫什么？光南。啊，光南。啊，他都不可能有单色，都是混色。啊，所以说你们要今天要拿到混色的啊，除非你是自己去买一大包，里面再放一两颗啊，不然就是要买到专业的气球去买，或是花店。花店它做大中有啦，真少啦，它也会用到，它只是说机会很少啦啊，它只有到专业的那个材料店才有啊。去刘先生买啦，还挺贵，还几条都五六块，不记，那不管了，反正呢，老师好，你来就不要想那么多了啊。好，老师赶快上课。好，看一下啊，用到黄的两条。啊，这个气球一个，黄的两条，啊，然后等一下小气球会翻两个，啊，每人两颗哈，把干净的发下去，啊，那两颗最好同个颜色哈，不是最好是一定，然后深蓝的一个，肉色的要一条。啊，然后你这个桃子颜色是做哪里的？桃色的两条。是桃子颜色的话，最好是这个比较黄色的一点，黄色的呀。它这个红色的，不是桃色。好。白色。好。拉下去之后，先把黄色的两条先打满，后面尾巴剩下12公分左右，或是12公分到10公分，刚好是你们超过一个手掌。两条都一样长啊，12公分，12公分。
干嘛？对啊，这颜色在这边，你自己看着办啊。人说你连最样本都出来了，只是说不好看而已。那你躺了五六天了。还好不去碰它，还可以躺多久？躺多久？好，一样哈，这样先打好哈。打到谁要帮他呢？你再问一遍，能听清楚什么东西？有两条都一样长度吗？你刚刚没有听到我在讲什么吗？我就是在这时候你的答案是对的。嗯，老师，我们刚来看一下，觉得你刚才比较亲切哦。因为你是老生了，你等刚刚问的问题简直是，我不晓得要怎么回答，好不好？老生也可以耳朵不好、啊。好。两条哈，大约稍一样长，长短哈。好，看一下。这是改剪刀刀。没关系。两条，第一条的做法一样哈，一个手掌距离哈，一个环，先打出来。然后要不要绑随便你，像我的做法是先绑住哈，绑完之后我没有绑住，我要扣住了，你看大于两指比超三指的两指半的左右的环哈，那个啊左右的稳定结，这个稳定结稍微软一下啊，看嫩的啊，看嫩的。做一个稳定结，一样，第一条这样做，第二条也这样做，一样哈，第一条怎么做，第二条就怎么做，它是一个对称的。要把它拖住，带上去也可以哈。刚才有讲建议说把它折啊软硬。好，两指半左右的啊，这个球把它折成熊耳。好，这啊这两对哈，这熊耳都稍微软一下。好，放在旁边再用。再把你们刚刚发下去的十号的气球拿出来，打进去，或吹的也可以，大约六到七米啊。
折出来之后往这里面套，好了吗？太大了！你到底折那个球有那么大坑吗？六到。怎么折？哎，十号的球就给你，只能灌出来那种小小一颗，就是因为要折的关系，所以才叫你小小一颗。前面把它弄破。这个。对，别弄破了。好了，不用弄破了，拿一颗就可以。拿回去，另那个大球，我就小朋友玩。哎，好，完了之后来。人生取出一个人生出来，好，完了之后，
啊，就是这边弄到这边的这一个啊，然后挑出另外一条，往这边塞，这里拉哈，会吧？这里拉完之后，第二条拉回来之后，再拉回去。第二条拉回来之后，再拉回去。听不？听有？第二条哈，第二条又一遍了，第二条过几回，过几回来，对不对？第二条两遍哈，第一条遍到。都可以，你喜欢在哪里啊？都可以。要不要看起来很干净就好了？三条之后，好，等一下。好，第一条对不？那你有一遍了后，你是讲一遍，不用背。然后你这边就顺着的啦。要捞起来，手指啊，你手指一个手掌的用力是什么？就是不要说压力那么大。好，刚好四条，看看到这个四条怎么来？好，慢慢想一想啊。你在取那个单，取单位长度的时候取太长了啊、哦，这么短就好了。那长干嘛？那么长的话，等于是你这两条变短了。我们没有能够不像美少女战士了，叫美少女阿婆。哎呦，美阿婆少战士没有正道。对了，美少女战士最主要是头还要长啊。这个，这四条的长短，也会决定你后面这两条的长短啊。好，顺一下，好，拿完之后这两条对不对？如果说你有空余的那个空间的话，左腿短的话，你到拿底下顺，比较饱啊，到尾拉，然后去调整它的话，最好整来吧。如果留的太高，再留长，大约一个饱度跟长度的时候，这样剪掉。好，头的部分完了哈。好，有什么问题？你是美阿婆，有头的那一个要打成熊本啊、哦，记得。你头前要做遐大块啦，哦。我叫你打到六到五，哦，打完之后从这个啊球的底端到球的球口打结的地方是六到七指弧，怎么会比还？为什么要给你们十号球？让十号球打成那么小一个，就是要让你转啊，啊
你的头弄那么大一颗，然后你们在牵引的时候刚好每一条都那么长，然后最后的头发就变那么短。你还接把嘞？可以啦，要接把可以，只会让更浪费两条而已啊。好，基本上是用两根，差不多五到五号，五寸到六寸的球哈，不用太大。两个球拿出来，管。我只有三个球吗？有。哪个球？两个而已，还有三个。两个而已的。我给你们三个球，一个错的耶。他是大球跟小球。啊。对我们没耐心的，跟刚才人都差不多。一样。是主播。要做的多就要动作快，动作快的话废话就不要那么多啊，除非你不晓得啊。好，基础啊那个嘛，进阶班就是要这样啊，大概跟你讲一下而已啊。来，一样对不对？一样。谁乖谁他谁。大概这样。好，看一下，快点。好，但基本上哈，乖，哎，等一下再折第二折的时候，乖要一样哈，一样大。好。一样哈，耳朵在前。这条呗。再过去。好，第一个完了，第二个一样。
看我们同事没有的话就惨了。哦，还有一次。OK 了 ，OK 了。那需要倒计时吗？不然呢？后面呢？挡头的那个是小球。OK OK， 我弄错了。挡头这个是小球。来，教你一个方法，先不要转。啊，到五公分的水果呢，放一下，来，挂起来哈，来，又弹是吧？水壶对不对？嗯。用肩罩。拉过去，对不对？你小球
啊，四指符就够大了，因为你要转成啊，这个四指符的球要转成两个球，大一小很难转啊。啊，在钻之前啊，在钻之前先把它扩大，就可以扩大啊，让有一个那个延展性的灌注在，然后你再把用头拉过到对面，然后再挤，要好挤啊。这个得技巧啊，记得。然后挤完之后的小球啊，这个头再拉回来，在那个熊的那边啊，熊的那边把它带上去啊，你不带也可以的，好了吗？进度很快吗？就这样而已啊。有难做吗？不会啊。你一样，怎么不一样？到我的动作做。那你会不会把两个都变成粉红色哦？没有粉红的。啊、你都拿走了，没办法，你们都拿走了，我把该带的颜色，红色、白色也可以，黄色也可以，哦，黄色不行，黄色就太那个，红颜色就不好了，红颜色看不出来，这个叫先拿先赢啊，人家总是先拿。哎，有讲，我刚才有讲什么颜色拿出来？我刚才有讲下一个行动是要把什么颜色拿出来？蓝色，然后再把。哎，终于你们想到了。蓝色哈。好吧，还有人还没有有到成功啊。好，蓝色拿出来。等一下，我们做那个花的样子哈。但是每一半是两个双节哈。每一半是用两个双节来搞。好，多长呢？啊，六到七哈，差不多十二加二十六，十五六，八个包温。拉他的包温。好啦。16到18吧，16公分左右。太紧太紧，好，把它捏起来。三指五两指半，做六次，做一个花的形状，懂吗？我无做你讲唔知影我讲诶。我讲诶，你听未出来我要做啥？三组两组的结对，做双结对啊，做等于做连续做六个啊，做一个花型，六半的花型，零半是长短不一，长的三组，短的两组一半，啊，然后。好，第一个先把它套起来。啊，如果怕跑掉的话，绑起来。不是环，双结。一个三，一个二点五，是不是？对，一个三，一个二点五。我刚才有讲双结啊，一长一短的双结啊，三十五绑，然后连续做六。做六个。
啊，做花形的形状，然后做完右边花形的形状之后，长的一边，短的一边，好，这样。你这边短的一边，看吗？听无？听无？听无？怪嘴啦！大姐，你听无？啊！做六对，每对哈长几尺，长个三寸，啊，这唔得用个老板，啊，来吧。做六对，啊，做几尺啊？几唔是六对，对吧？啊，咱你几多对？一对两对的对，啊，啊，迄个对是长几尺？啊。三啊，一人三，一个三十，一个两组不断，就一个长，一个短。长的下面，短的上面。没有做完之后，你再把它调哈。六个，你要做七个也可以啊，不反对。但是你要一样哈，每一对都是六三六三六三六哈。六短六长吧，什么三短三长？六短，六长，六短，六长六短，一对一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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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超长的一边，短的一边啊。不能说三尺的三尺的一边啊，两尺半的一边。懂吗？
感觉有我们这边的话的，有我们。白的拿出来。十二公分嘛。门把你们门扯掉，扯掉，我给你绑上去，一样哈，六公分。啊，六十公分。
好。我们把桃红或红色的拿出来做主酒啊。这两个结不是黄，这样。所以我要结。不是你把那一半的拿出来可以啊。对。好。做。好。啊，差不多一个手掌十二公分，不叫十二公分。啊，记得最软的状态，对，软哈。哇，拿回去这样的，看看啦，黄金棒啊，绑起来，绑完之后拿过来。这个点，这个酱，这两个中文增加中文，对，好，好，一样，一样吗？收回来，这个瓦层一点都不瓦层啊，不会。哦，漂亮！好，你可以刷，你卸得出来。扣在那两个桃红色的中间，啊，做一个熊耳套进去。搅拌就可以了，懂吗？加油！不止打人就打人，你背太短，老师的一手掌。十二，七到十二，你这个手掌多大？好，好的。一样啊，抓两指半到三指的球，来带进去。你抓的，容易的呀。好，抓进去，完了之后。来，不知道的。你抓到这个，往里面扣。我就管的清楚，刚刚这个管，有点那边没到。扣完之后，剪刀拿出来。好，剪刀，剪一下，谢谢。好。完美的情绪就出来啦！哦，有人跑掉哦！有没有看到？漂亮的情绪就出来了啊！到现在还有问题吗？那个进度有没有很快？都不讲话，不是。等一下，下一个动作把肉色的拿出来。Thank you.
好，肉色的，肉色的。孩子啊！哎呀，我是说，我们公司的各种红红。对啊，我们对啊，还有咱们那些红的。表面看就知道是红的，对吧？这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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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救过来。把你来源的里面绑好，多的剪掉，绑完之后就套绕就好了，不用绑。你要绑绑一圈回来就套住啦。绑一圈。看看绑多少。然后多余的就剪掉，当做那个备用的啊，就不会浪费了啊。然后弄完之后呢，九九啊，蝴蝶结你要什么颜色随便，你要九九同样颜色也可以哈，像我是桃色加黄色哈。好，等一下，粉红色的打。25公分左右哈，那个肉色的打25公分。好，我们要分两阶段使用哈，第一阶段打25公分。我是先做完之后再绕到了熊耳，再做一阶，然后再一个这个再做一个。你做啊，姐，然后再你做啊，我先给你做。够吗？好，下一个动作啊，肉色拿出来，打25公分左右。25公分，肉色的25公分哈，完这这么抓住用啊。好，朱老师的两个手掌再多一点点啊。打完了之后。一个手掌的距离取出来，模型肩膀模型弄哈，把你的身体跟裙的部分拿出来，啊，我们再往中间塞。绕一圈回来。好，一堆娃娃针，一堆的娃娃针，啊，破掉，注意听啊，再使用啊，还是注意听啊，再使用，懂吗？安那做啊，安那利用，发起来，啊，等下哈，啊，你若无牌，安那无娃娃针啊，破掉，对吧？有加速对不对？刚好拿出来，这好不了，告诉你，拿站站起来哈。好，注意听啊，把白色的摕出来。好，这几块站起来都没用哈。嗯，哇哇，好了，刚才你有进步，有进步啊，是啊。好，北线飞出来。
45到50哈。好，长桌子是45公分哈。桌子是45公分。大小跟桌等号。好。好，因为我们还要折，啊，两端都是双熊耳哈。好，两指一个双熊耳，会吧？不会。那个进阶班就不要再问双熊耳怎么折哈。打完之后，双熊耳对不对？完了之后，一样哈，4到5指符，4到5指符，看一下，4到5指符，哇塞，上亿。好，双重耳结束，下拉折这边后面结尾怎么折啊？看到吗？3号，3号，快点！我想买的。好，你往前看，赶快注意吧。好来，它垮掉，赶快哈！你看，这已经割掉了啊，双重耳已经锁住了，你就取你要的长度。啊，现在都只要是小动作哈。小配布哈，你要学的学术。你要多长吗？你这一段要多长？一段它4到5指啊，拿取两段上下，再折后面双脚结尾。好，就这样，像狗骨头啊。哎，啊，我先听一听啊，听一下。好，来，两个放松了。你看，就阿爸变啦。对啦，我不用太紧，是我太紧。哎，啊，心态到老袋，你差不多一个休假多耶。两个休假的话，你也两个休假的话，啊。啊，但是你做完一个休假就凹的，做两个。哎，对。来，好的哈，安尼对吧？对啊，再来点头啊，你的思想啊，好，弄完点这个后，这边放掉啊，啊，都收尾，再进来，啊，赶快啊，这个收尾再进来，赶快。这一段就剪掉了。嗯哼，我看有什么。教你怎么处理啊？哦，再教一遍哈，怎么处理？因为你锁住了哈，你只要啊，大约长短扯就好了。啊，如果你真的要剪的话，你要剪的那个空间要弄出来啊，然后你这边剩下的就弹就好了。啊，如果觉得还有很丑的怪，是吧？好，好，我们稍微调整一下哈，把那个两边的双熊耳调到最漂亮位置。好，拿出来。
好，你刚才在弄时候有看到琉璃吗？琉璃没有讲啊，我才去捡。我也没有说一定要捡啊。通常作品最后才去捡那个，有的没有。你捡的这么漂亮。好，第一个弄完之后。右尾，第二个，第二尾，另外的双长尾尾巴套在这里啊，一样啊，这个箭头往双长尾中间套，收尾。这样啊，正面一下，好，来，好，肉色的再拿出来，好吧，我们拿去剩下一段的肉色有没有？好，拿出来。好。好多赶赶快哈！一公分，啊，短一点哈，差不多三十公分，啊，一个公分左右吧。一样哈，爱饶哈。卖过个加料哈，好头做开口爱老哈，卖加料哈，卖上一块肉，第一届同款哈，光光干干加料，等下要炖一下哈。啊，最后再修哈，习惯，拜托，你也不晓得你要不要用啊，一样。啊，一个手掌。弄完之后。弄完之后，拿出来，弄完之后拿出来套。哦，好，这个完成，这个就弄完成哈，知无？那吴龙老师在搞瓦城。我管系你谁卡瓦城，谁卡瓦城，你点卡瓦城哈。一样，一加掉。那个吴老师打电话。好，一加掉要化掉。打完要。打完了哦，卖加料啊！你两个我已经爱伊十年了啊！啊，你听哦。先接了。不用联络。我十五号我不去了，我要开会。对，然后就在你报进去，他就受奖了。我要开会啦啊！喂。哎，是对。哎，来，老师好，放手。哎。哎，没有关系，我的位置没有关系，你负责，因为我不去了，因为我要开会。我那天要开会。哎，因为这个很重要的会议，对。哎。对。没有。好，没事。哎，对，我知道，对，我不去了，哎，好，拜拜，开始。我来看一下，对吧？啊？对呀。你这个对呀？啊？他搞对，他那个不光。好，马这个腿做完了没？好，把桃色拿出来，桃色也差不多要。啊，正常灌的一半就可以了啊。正常
然断了一半多了。好。好，前凸阿北哈。各位。好，打出来。好，这现在是做糖靴的颜色哈。你认为糖靴什么颜色，你就什么颜色啊，不一定要照老师的颜色一样哈。你这浅显毛毛病哈，暗线毛毛病。好，背线毛毛病。凹线毛毛病哈。好，一样。30、30、30公分。好，过来，韩信，来了，接，稍等，你看，没有放开吗？没放楼了，没放啊。好了，看一下梁子湖的双重耳，上来，这边的韧节放开，哦，韧节要放开，还有这样子吗？手放哪呢？上次我们在做的时候，好不好？我专门去的时候干嘛？你还听不懂？为什么要放开？就是因为弹子给它有一个那个，它那个折的一个痕迹啊，不是痕迹，就是一个空间呐。哦，不要，这真的是拿手，还好是被我发现。没事啊，那很正常啊。你打完之后，你再把它调整到位置就好了，那是正常啊。好，至少啊，一个手掌距离啊，就是12公分。你要15公分，14到15公分也可以啊。6指如、7指如的宽度，14、15公分的宽度都可以啊。好，绕回来，一样。哎呦。上面开了，上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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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样啊，25到30公分。好，讲一讲啊，双熊耳先做出来。好，每个熊耳差不多2指啊。把双熊耳拿出来，每个熊耳2指啊。每个熊耳2指幅，双熊耳拿出来，每个熊耳2指幅。好，一个双球做完之后，啊，一样，多长呢？至少在一个手掌到12公分以上哈，到14公分。好，绕回来，打2圈以上哈，你跟他跑回来啊。好，一条结多长？这条结是折多长？好，拿出来，来，挂这个。我们先把它夹掉哈，同时做哈，然后这个头往中间双脚往这边带，好，挂这个。好，完了之后，我们再做双熊耳折尾。啊，即使单方哈，白色的一样哈，可以把它先放掉，你再把它绑。但是我这个是不要放的，直接折一种哈，看你们自己怎么来的方便哈。好，双熊耳完了之后，我们尾巴的不是双熊耳完了之后嘛，对不对？
好，后面这个步骤很重要。老哈等哎，你不要老哈等哎。啊，用就老，你再一种就反型啊。好，不然你再一种啊，你再一种。好，剪刀给我。好。好，这两指哈，它的它的长度留着，啊，然后另外一个中间的往双手耳中间靠，嗯，好 ，O 型腿对不对？我们把它矫正，来，好的，啊，这边是吧？这边。来吧，知道吗？弄白工，干净啊！啊，尽量给它藏起来，给它看不到，来吧。好啦，完美的身体腿就出来了，有没有看到？啊，有没有？睡吧。好，好，那先帮他倒哈，那你颈部要先给我做出来，颈部把肉侧的小段拿出来。肉侧的小段拿出来。把肉侧的小段啊。啊，你的脸部的话，你就不挂哈，你两个大眼睛哈，一个小嘴，小啊。我不能按你打球，我怕他是不正常。对，他加一个今天是正常的，对吧？靴子长掉。哎呀，我才能从靴子底那个腿部会多一点，你知道的，啊。啊，然后哈，双雄那个这个。这个头往前面哈摆哈，不要往旁边摆，那觉得很难看哈。哇，那小小朋友爱死他了。男生爱的啊，女生爱，男生不爱。好，小段拿出来。什么事？有那么好笑吗？换高边帽子，真的很像那种帽子。有帽子。他说上个礼拜他做的，就是蛋糕，我原来以为说是帽子。是是是，那个帽子。同意啊，对对对，同意啊。妈妈说，因为是帽子。你看哦。没听老师的，没听懂老师的话，就被骗成那个了。好了啊，差不多一个手掌，十八七到十二公分。好痛吗？啊，然后好，有一个头啊，你两边如果是转的话，没有尾巴的话，有一个头啊要留长一点啊。比例不对。好，这一段啊，一个手掌的长度哈，我们要留一个长度吗？好，塞到里面去。啊，身体的那个上面最上面的那个双熊耳白色的扣住。
好。看一下你这个头跟颈部的位置啊，如果它是去头跟颈部的位置，这个啊，调一下，好，塞到你。塞之后，那个塞进去的头啊，不要露出来危险点。如果手太长，给它。有啊，发现，放进去之后太长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尽量拉，拉到底，然后，啊，在里面一个适当的距离，弄完之后，拔断，结束。好，拔连。好，打结完之后弹到里面去。完，外去去拉上去。你看你。好，我再做一做。我的去，我连续手已经变残废了。Thank you.
我好像我改变阿拉者，脖子太长，阿拉者前进。好。先拉，拉完之后有露出来部分裁掉，知道吧？好，这么多简单的东西。蝴蝶结不在你颈部的后面，在你颈部的前面。好，好，啊，那个你们那个弹断啊，那个留太长了，我要四到五指啊，我还四到五指，太长会怎么了嘛？不然太长也可以啦，你看后面弄的时候可以那个，啊，大家收一收。下个礼拜做一个那么正式的单子，我不信哦。啊，对啦，太夸张了。对啦，哎呀，换太狠了。啊，好了好了，赶快。完成了，要不要换这条？我真贵吗？真贵，这个真贵。哎呀，这猫，不然没法啃了。嗯。啊，来，干杯先。我来干杯。哇。哎。你们没法啃。没关系啊，下大雨这个也可以放啊。大姐。
也有带带领的。来，大家哈，要翕相啊翕相啊，要爱要整理的整理哈。这个作品原则尽量你网络上面有的简单的，也不是说简单，看似简单，但是你做起来很长的那一种作品。啊，我做起来它十分钟左右啊，可以会拖个一个半小时，的作品。老师，谢谢哦。啊，最主要要有那个圆球啊，没有圆球就弯刀了。一个圆球就弯刀，好吧？来，笑一个了，笑一个了，来来来来。嗨，今天做得很高兴，大家求起来，哎。来来来来，求起来求起来，哎，来来来来来来，耶耶耶耶耶，哎耶，好了，今天就是上课到这里哈，啊，班丁，我十五号就没办法，我真的那一天刚好突然有一个团体要开会，那个很重要哈，我若无去哈，就红，安尼啊哈，所以说。就没办法，有，好，就这样了哈，拜拜。